今天我们聊一聊世界上最小的军用无人机——黑风无人机。这是一款经过实战检验的单兵侦察无人机。这套无人机系统价格贵到100多万人民币，但是我在淘宝上面也发现了同款的黑风无人机。今天我们就飞一飞这款淘宝上的黑风无人机。犯了一个所有新手都会犯的错误，就是没有看说明书就直接启动了这款黑风无人机。我现在已经拿到了它的实物，就长这个样子。我们先可以开一下机，大家能不能看到这还有一个灯光在闪？我之前没有使用过这个无人机，所以我今天也是第一次使用，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我操，好危险！应该还没试，再起飞一次，再试一次。这就完了。好了，我好害怕呀，这杀死我。秀，终于成功一次了，好危险这玩意儿，100块钱，定位真的很不准，它要有一些操作技巧，要手动控制。我的经验就是首先要对尾飞行，一定要对尾飞行，不然的话就会干死，因为你不知道左右上下，你控制不了。真好玩。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国产的黑风无人机有什么想法呢？大家可以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更多类似的视频呢，请持续关注，后续我会有更多的视频带给大家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